不会有人来。哎，我们假装聊天，别都看他，好不好？咱们假装聊天，我们假装聊天嘛，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假装聊天。把我挡一下，把我挡一下，把我挡一下。要唱了吗？一半。圆圆，快点，我们要吃糖了。哦。准备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是，再稍等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一半。唱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谁呀？谁呀？祝你生日快乐。我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太棒了，谢谢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我说是谁过生日？我还想，哇，原来是我。这是阻拦，然后瞒着你，因为没有生日蛋糕，他拼的，他给你的心意。因为刚刚也跟你说完了。一个愿望是心里的，一个愿望是可以说青春旅社的，对，正好对一种感想，这个是可以说出来的。我在青春旅社，那我就说关于青春旅社的一个愿望吧。其实之前来的时候很多人我都不认识，然后有认识有不认识的，然后来旅社这么多期认识了大家，然后我希望以后大家就是还是要好好，大家各自都身体健康，然后友谊不要断，各自的事业上要好好发展。谢谢。哦，这样的愿望都给你。可爱。这回吹不来。三二一。再来一首歌好不好？英俊、圆圆，我们一起。你会唱吗？你会弹吗？你会唱我就会弹。我会弹。来来来，直接唱副歌吧，直接唱副歌吧。副歌呗。我害怕自己受伤，有时找不到方向，旅途匆忙，人生漫长，追寻一个不存在的地方，时间湍流，磨灭我的锋芒，我真的不想要这样。太棒了，谢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